迎收看小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惊变群岛一百天生存第21期。那么在上一期啊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城市，并且在这城市里发现了加油站，给我们的这架飞机稍微加了一点油。但是问题是这架飞机是单人的，所以油门只能在我乘驾这座飞机的时候 TP 我，就有点尴尬了。相信油门你一定不会介意的啊，我们回去没事的，你这样也能很安全的，只要你一直 TP 我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么咱们这一期刚开始啊，先去给我们的飞机加满油。这个油现在只加了一点点，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嘛。来，我们尝试一下，好吧，油门，来，你一直 TP 我，怎么样？被吊在半空中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吧？我键盘不会失灵吧？我怕坠机了。怎么样，刺不刺激？油门，要救救我！太低了，飞太低了， okay, okay, 然后我们就不浪费油了，马上油就要快消耗完了。油门，我来了，好兄弟，有点难受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，没事，哎，没事，我能把你救起来。小僵尸，简简单单，油门，你掩护一下我吧，然后我去加一下这个油。怎么感觉这白天僵尸还挺多的，晚上都没有什么僵尸？不是，各位小伙伴们，我就换了个材质包，然后我的飞机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头发从中间看上去怎么有点像我哥哥的？我真的是你啊！好，飞机我们暂时就先放在这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用桶啊去把这里的燃油给它装起来。这里好像还蛮多燃油的，来，友们，我们多做一点桶，把这个泄漏的燃料给收一波。我来守护你。来，开始做桶吧，兄弟。不行，它会有那种 TNT 僵尸。那你帮我看一下，好兄弟，这里僵尸不多，一个人也能应付的来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好吧，我来做一下搬运工。那我们这里做很多桶啊。好。做了16个桶，感觉16个桶还不够，再做一点。好，2组16个桶应该够了。OK，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。这里应该是一个衣柜。友们，你过来，
我送你一套衣服穿来，好兄弟，把这个穿上吧。后期能给我打个码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把裤子脱了。真的吗？把裤子脱了。是的。你这么兴奋啊？这不好吧，我给他丢了。这里还有好几件呢，我也可以跟你一起穿。 Stop it。 除此之外他好像这里还有别的衣服可以穿，来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件女仆装，把这个女仆装穿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我要穿，油门你穿吧。好吧，这个我是真的喜欢啊。哇，真可爱呀，油门。哎，男更衣室也有啊，好兄弟啊，咱俩这一套了，属于是啊。哇，雅，太雅了，高雅，兄弟们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其他又搜索了一下，发现这个泳馆没有别的东西了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至少都获得了非常漂亮的衣服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一次还是挺值的。哎呦，我们探索完天都亮了。 OK， 由于光影太暗啊，各位小伙伴们就暂时先把光影关一下。我跟优门又找着找着找到了一个地铁站，然后什么经开区地铁二号线，然后这边显示下一站是前往那个住宅区。哎，住宅区的话我们是可以搜索一下的，然后中间哦，它放矿车的地方。来吧，没事，我们铁比较多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两个矿车吧。油门，给你一个矿车。这边上也是有铁的呀，油门。我们回到我们的金变群岛之后啊，想要获得这些铁就没那么简单了，所以看见还是能挖就挖，好吧。头顶上，头顶上。我去，头顶上，油门，哇，这么多铁，哇！哎，地铁站给我们挖塌了，油门，一狗子还挖不完，你知道吗？全部挖完了，我们可以坐地铁走了，快溜，快溜，快溜！哇，这么多铁块，你挖了都没有收起来，兄弟，我先坐车了，好吧？来，走喽！哎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铁轨也挖走啊！啊，边走边挖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庇护所，然后呢，庇护所之间就是用这个铁轨相连，然后我们又不需要坐，是吧？非常不错啊！到站了还能自动停，哇，太高级了，家人们！来，多挖一些，这红石块也可以挖掉。哦，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就说到点赞，我们这一期忘记跟大家要点赞了。这一期呢还是老样子，我们点赞过10000就光速更新下一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在电视上面看力某人的视频，一直以来都没能来手机端关注一下力某人，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过来关注一下我，谢谢。到达了下一个地铁站，你看不是每个地铁站它上面啊都是有铁做的，你看这个地铁站上面就是普通的石头，所以说刚才的地铁站可遇不可求啊。我们上来看一下这个城市区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哇，啊，这个住宅区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富裕啊，最主要的是这里面都是空的。好吧，我感觉我们来了个寂寞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探索了。各位小伙伴们，刚刚整个住宅区我们都搜索了一下，发现没有什么有用的物资，但是呢各位小伙伴们，我发现了一个由青金石做成的大楼。哦，我们金石以后也不用缺了。最主要的是我远处好像有个矿山，而矿山上面有很多蜘蛛线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线也不用缺了，对不对？嘿嘿，不，那我们只要小小的挖一点就行，毕竟我们对青金石的需求并不是特别高，对吧？只要挖一点点就行。它原来是空心的，不是实心的，够用了，够用了。 OK，那么既然过来了，我就想着那咱们就把飞机啊给他带过来了，到时候我飞机要是给别人开走了，那我们就得哭死啊。那么过来咱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这里的蜘蛛线啊全部给它挖掉。来，友们，我们开动工吧。那这样真的以后想做多少绷带就做多少绷带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发财了，因为我在挖掘这个线的时候不是一路往前走嘛，然后发现工厂里面它全是用铁块做的，我们铁真的用不完啦。哇，发大财了。不是，我感觉真能建房子了，哥。是的，我们回去啊看能不能用铁块加固一下我们的庇护所。 OK， 那么观众朋友们，咱们现在呢把这里的线全部给它挖掉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箱子里有多少吧。差不多20组的线，哇，真的无敌了，好吧，我们真的很难用完了。另外啊，这里还有一些铁，把这铁给挖了吧。
为什么作者不能用绿宝石或者是用钻石黄金来建呢？对吧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那我们在这个工厂的时候呢，是挖到了很多很多的铁块嘛，然后咱们铁块说实话真的不缺了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在这工厂的后面竟然有一个军事基地，里面有很多坦克还有什么之类的，那就留到下一期我们再来探索吧。这一期呢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点赞过10000就光速更新下一期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